哟，最近你们在网上举行什么胜负大赛啊？哼，今天俏姐也来参与一番。知道这个眼镜吗？知道什么牌子的吗？反正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从美国带回来的，3万。哼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个玩意儿，不要了。知道这个帽子吗？英国伦敦带回来的，5万，什么玩意儿？哼。知道这个发卡吗？巴黎带回来的，3万。知道这个头绳吗？1万。知道这个围巾吗？法国带回来的。15万，这是什么？钱包对吧？你以为这里面是百元钞票吗？哼，仨字儿，想得美！我要用钱砸死你们！你以为跳姐借我这么多钱吗？搞笑！送给你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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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给你们。要不要和我做朋友啊？你以为俏姐借了那么多钱？搞笑！俏姐有卡。学生卡。牛不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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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没有钱？关注这个人，我就不信上个热门这么难。哼！我要上热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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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热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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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上热门。